哟，说啥来啥是吧？杆都还没摆齐，咱菜鸟嘛，摆地摊。来了，哎呦，没打中。哦，这口可惜了，绝对一个条三斤的黄刺，没打中。嗯，可惜了。鱼竿才都还没开好，就来口。一百多斤上来了，上一个一百多斤，我拿好了。哎，好，还是雪虫，还是来底钓。这个季节就得搏一搏，单车就得搏一搏变宝马。啊？拖杆子了。拖杆子。啊。来了。多大的鱼会拖我杆子？哦，给我吓的！两个人，四个眼睛愣是没看到。四个眼睛差点杆给我拉水里去了。六个眼睛。嗯，这条得拿草网。这条适合炖一锅汤。应该两斤半至三斤吧。这好像大，很大。抄网，大抄网，小的不拿了，大的。哎，怎么这打转转？也不参吗？什么鱼啊？对。哦，参鱼。金龙参。我以为多大呢。基隆餐我也以为多大，跟那个线盘一起了，难怪就感觉特别大，打转转的，我就知道是鲳鱼了。鲳鱼的力道在水底下发力还是力道猛，拉上来胀气。哎，漂亮！这条总该是钓了吧？总该是大雕了吧？哎呦，这力气，这手感，哎，爽啊！黄刺吧，应该是黄刺，还行啊，估计一斤多吧。黄刺一条，哦，这会钓着，都热起来了。嗯，这边。不是鱼，船在摆，三把杆都给我盘起来。你说你这条，哇、哦，这条黄刺，这条受伤了吗？哎，这黄刺怎么都是受伤的呢？我们上一次钓一条尾巴也受伤了哈。来吧，大黄黄一条。哦呀，乐死了！我今天穿了三件，这会没有风，特别热。很多人觉得海南怎么有冬天，我们八九度在挖山药的时候被冻成狗，在山里面又特别潮湿，特别冷。嗯，熟悉的黄刺香味，但是它这条鱼怎么就没有鱼鳞呢？是不是被人鱼鳞给刮了，鱼给跑了，是不是？谁有没有这样操作？告诉我一下，让我开心。哎，有观众把鱼举高一点。他们看得清，大条，五六斤的跑了，你这个小的你总该给我闪了吧？不小啊。哦，刚才相机没录到的，我跑了一口，相当炸裂的那种。两斤半，有的。
怎么又是这个？又没了。钓这个鱼秤会严重缩水。就当他刚才跑掉的那条也是这个，哈、哦，是吧？嗯。来看我飞鱼。哎呦喂！上次钓那条青鲫给大家笑的，哎呀，嘿嘿嘿嘿嘿。正常操作飞鱼啊，都是这样飞，有概率跑。旁边那条船商量对策了，要过来干我，还是过来干你。鸡笼仓今天是掉进鸡窝了。刚还想说换点哈、哦，哎，这个得说出来，一说他就来，得从心里的想法就得说出来，让鱼知道我们想走了，谨慎一点啊、哦！这条大，这条大，大的，这个杆一定要让我看到鱼。哎，没力气了，又是鸡笼滩吗？没力气了，只剩重量了。鸡笼仓的概率太高了，捅到鸡窝了吗？来看水面，哦，大青鲫，嘿嘿嘿，是不是我们那天放生的那条？那要问你呀、啊，300块一斤，又回来了。大青鲫到水面它也站住，所以它没力了。哎呀！漂亮，这个鱼，哦，哦，好险、啊！你说我要再孵鱼，岂不是又要被嘲笑一次？最近很多朋友会来海南玩，焦大虾哈，梳齿的，这个牙齿是梳像梳子一样的，是青鲫，牙齿像那个门板一样的，那个叫木鲫，青鲫比木鲫贵，但是对于我来讲，适合清蒸的鱼，它就感觉。差了点意思，因为我平常不怎么喜欢吃清蒸，这条可能有个1.7斤左右吧，2斤应该没有，给他来一针排个气，请叫我黄石蒸，我叫你黄摸摸吗？十针之内我一定给他扎，给他扎出气，其实一针就够了，胀气，不排针他会被自己活活给胀死。换个点，这个点没有3-4斤的雕，我们换一下。9斤多，哎，哪天派个潜水员把下面的洞全给我填平。给他们装的。哎，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哎，鱼不大，但是这种从洞里面拉出来的鱼就感觉特别爽。来看看什么鱼，小白一条。还有4两的，能不能不要进柱子？烦不烦人？不要进洞，行不行？我这旧鱼竿小能手，刚才就是一秒哈，我如果晚一秒的话，这条鱼就带着我的竿下去溜达去了。哎，不会挂着吧？哦，没有挂，没有挂。是鱼太大了。鱼大。嗯。哦。哎呦，这么大风，这么冷，给我整了一身汗都出来了。那是冷汗吗？哎呦。
哎呦，看看，来，好像势头也就一般啊。哎，是不是活水上那条跑出来了？没有啊，活水上的我都给你放冰箱里了。啊？都放在冰箱里了。嗝屁了吗？对啊。不行，要看一下。等下以为我一条鱼挂来又挂去的。哦，在里面。在里面。哎，两条青鱼，一条就赚回本，两条就是血赚。哎，浪太大了，我想收回去内湾钓。再摇下去，等一下你会不会爆浆？我不会。我怕你爆浆，怎么放内湾去？这里面还有多少虫？最少还有七八两。哎，喂鱼喂鱼，打窝打窝。哎呦，天天要看我钓鱼视频啊，60斤都没钓到。差评差评。